大家好，今天出来摘一种野果，看满树都是，就是这种野果了。这种野果呢，长得有点像那个山竹，好多熟的。大家有认识这种是什么野果吗？现在让大家看一下果肉，还有两颗种子的，这是它的果。上下这些都是能吸的。这是野果的叶子，非常的细长，竹叶的形状，熟透了。有一些已经烂了的，这个不能吃。这里每一棵果树都长满了野果，有的刚熟，有的已经熟透了。好多啊，烂的也非常的多。这里的野果非常的多，摘了一回，这个帽子就摘满了。这种野果呢，大家有知道叫什么吗？我也是第一次吃啊，上面尝一下味道如何？好甜哦。很多果汁，农村这种野果，如果大家有吃过的，欢迎屏幕下方说说看它叫什么果实，到底能不能吃。下面我就准备回去了，收获了一帽头了。